刚从那个红叶区，啊，咱这个看下广播车啊，黄兰亭啊，牧师伊来咱教会来报告啊，甲请安，伊个讲题是用心看记住。啊，平安是平安。平安。真感谢主，我一年都会当有一遍的机会，代表台湾教会广播社来到永福教会。我来转来到伫这个永福教会啊，我讲转来的意思是讲，因为我是彰化教会出身，所以啊，特别转来伫彰化地区的时阵，拢特别感受另外一个温暖。啊，但是嘛，常常会感受讲，奇怪啊，特别到彰化地区吼，感觉的状况拢特别较无较好。近乡情趣吼，啊，因为下面大家较侪，足侪拢是亲人，啊，无就是看我大汉的吼，因一寡长辈，啊，总是啊，当回来实在是真快乐一件代志。啊，今仔日我后尾搁一遍用这个用心看清楚，咱做伙来看讲耶稣基督伊安怎帮助一个盲人，一个未得看到的人，伊安怎受到耶稣基督啊，伊一个拯救。啊，这个嘛，真正是真要紧的一个代志，因为咱的信仰中，就是因为透过着耶稣基督对咱的一个拯救。啊，总是呢，这个文字时间，啊嘛，真大一个关系。啊，首先在这边，要请咱做来祈祷。喜欢的主，万光临上帝，献上我的感谢。主，我感谢，搁再感谢，因为我实在未堪忍，搁较未堪忍。所以当阮看见到保罗先生伊伫遐咧讲，伊是罪人中的罪人时阵，阮深深有这样一个体会。但是凭什么阮会当受到这无限的恩典？总是阮深深知影，这是一个定着，这是你的恩典，这是超越着阮所有阮家己会当想象的。自从这个时刻也恳求你，阮搁一遍对一个所领受来的恩典。要透过着圣经顶面的一个教示，帮助阮也会当用这款一个教示引带带领更侪人，甲阮三牵手做伙来享受主你无限的恩典。恳求这个时阵圣神帮助阮，要来领受着圣经的话语，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且咱拢相信着耶稣基督，是安怎咱相信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帮助咱对黑暗中来得到一款的一个拯救。啊，耶稣基督呢，伊为着要宣扬这个上帝的一个国度，要拯救世界的人脱离这款黑暗甲罪恶，那咧伊也需要做啥代志？先款的代志，就是亲像圣经顶面所讲，伊要死，伊要透过着这款的死。在当表面讲，伊是真正搁活的一个主，所以呢，伊爱死，所以爱行哩到底，也有三样城，面对着邪恶势力挑战这款一条，会当讲是不归路啦。啊，总是呢，咱若看到圣经内面，伫耶稣基督伊要到耶路撒冷城进前，伫马太、马可、路加三个福音书内面，拢同款记载同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今仔日咱所看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是啥？这个故事是讲耶稣基督来医治盲人。啊，虽然迄个时阵拢是青年人吼，啊，总是咱随这个时代一个变化时阵，咱对这个情况嘛有所改变。所以有当时啊，咱看古早一个文献记载，啊，咧对原住民讲啊，青年人后来讲这是三地同胞，到后来咱就讲是原住民。啊，所以咧，咱若新的译本的时阵，咪讲对，不过在情况讲是青年人，还讲是盲人。耶稣基督。要医治这个盲人，这个医治盲人的故事是讲要让伊会当看见。那咧，伊阮对着人伫黑暗中会当看见，啊，这就是耶稣基督伊要做的一个代志。那咱看见就讲，这个伫黑暗中要见到光光明啊，伫黑暗中要见到光明是拯救，啊嘛是一个创造。这款的创造记载伫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创世纪一开始安怎咧讲呢？从这一开始是讲世间是啥？
世间拢一片拢是黑暗啦。人是对黑暗中开始的，人毋是一开始就享受迄个光明，是对黑暗中。啊，总是咧，伫黑暗中上帝就讲有光，啊了后就有光啦。啊，这个光呢，就来表示讲，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创造，这个创造就讲啊，原本是黑暗，看袂起。光了后，要显示用上帝一个公义，一个存在。嘛，因为这款上帝一个公义，要让咱会当来享受美丽一个新的一个世界。啊，所以今仔日我要甲大家啊，做伙来分享是讲，文字时间，什么是文字时间？是安怎？那伊讲这个西方这个牧师，那伊安尼这么袂见效，各所在拢去谈讲文字时间需要咱的关心。对，因为真正这文字时间是帮咱起造咱信仰上基本的一个要素。这个文字时间就亲像耶稣基督咧医治盲人同款，因为咱会当脱离掉啊心灵盲人的一个处境。开启着咱的一个新的一个时代，咱来行进一个新的一个世界。那今仔日啊，咱的经文一开始吼，一开始就讲这个盲人，咱来看这个盲人的故事。这个盲人呢，伊名叫啥？圣经讲伊名叫啥？哈？伊讲叫做巴提麦，唔是呢？伊讲这个人叫做提麦囝巴提麦啦。侬，伊是提麦囝巴提麦。啊，什么叫做是低麦囝巴低麦？头拄仔课堂了有介绍讲啊，这彭牧师吼，伊爸爸是彭春生，我老爸叫彭春生吼。啊，所以我细汉的时阵，从我教会，足侪只信仰前辈人看到我的时阵吼，未叫我的名咧，看到我，我就感觉奇怪，我的名，我爸爸就阿叔做方言亭，足好听。看到我来，未敢叫我的名，远远看你来时阵讲啊，哎，春生囝来，春生囝来啊！哦，我听着心内心肝，啊，真难叫，奇怪，我都有名，啊，要甲叫哪春生囝来，春生囝来，哦，迄款一个感受讲，袂算怎吼，是一款安尼，咧对我是毋是哦咧变小，啊，总是后来我知讲吼，啊，迄是出着因一款一个关心，一款一款安尼真趣味对你的一个称呼，讲啊春生囝来，春生囝来，那现在现在来看讲惠民书的作者，是啊直接咧写，是啊讲这个人咧。低麦囝巴低麦，啊！你表示啥？哎，好在就无名，但是呢，伊阁有老爸呢。啊，总是一个老爸，谁啊？哪会安尼？遐尼啊艰苦，轮到讲啊，伫这个路边咧共文章讨食。所以咱看见讲，这个盲人，这个巴低麦，伊拄到人生的三个问题。啥物款的问题？第一个，伊无法度看见，活伫阮黑暗中，好在就看袂起任何一个愿望。第二个问题是啥？伫遐，啊咧共讨食的时阵，伊无一个无生的能力，伊无迄款自家己会当生存的能力。那第三部分呢？伊真无尊严，伊失去着人生的一个尊严。但是这三个问题，啊，今仔日得到一款一个改变。咱的人生嘛，常常拄着侪侪问题。好在是讲咱伫迄个黑暗中，啊，咱嘛失去着尊严。但是今仔日，咱会当因为记着主耶稣基督来改变，予咱感受一款一个唔同的一个存在。所以咱来看圣经伊安怎写，伊写讲吼，这个巴提麦一个听着讲哦，有一个拿撒勒的耶稣，伊听见伊就无当看吼，所以伊听见讲，迄个人吼，迄个拿撒勒的耶稣，是安怎讲叫做拿撒勒的耶稣？拿撒勒吼，伫整个犹太内底一个小小的一个城。哦，啊，迄个拿撒勒人耶稣啦，无啥物了不起的啦。啊，但是咱想讲下咧，当只目睭有看见，明明伊看见着耶稣基督做真侪医治人的代志，做真就行真侪神迹，啊，总是咧目睭看到哪里看咧，伊原对因心目中看见讲，迄个拿撒勒人伊无啥物会啦，如此嘛尔。但是咱看见着讲对这盲人伊无法度看见，但是伊听见。你看是个感受，伫心内面伊安那，伊大声伫遐来喊，讲台北台北的护卫耶稣，啊你可怜我，这个台北的护卫耶稣你可怜我，这是一个弥赛亚一个名号，这个名号嘛是主耶稣基督伊公开表明伊家己本身就是救世主的一个身份，伊是基督，也是人类独一的一个救主。而且咱看见个福音书的作者，伊用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来写一个真短的一个经文，犹太人无认为那些个
会出什么大人物，啊，总是这目睭看袂见的人，伊用比赛阿来称呼耶稣基督。我咱来问一个问题，那安尼什么人才是蒙恩？是这有看见的人是蒙恩，其实是讲这个无看见才是一个蒙恩。啊，咱最近常常会当听一句话吼，咱咧讲什么样的人睡觉不醒？不是年轻人叫不醒你啦，吼，装睡的人叫不醒，你假困的人吼，你安那个叫都叫袂醒。啊，你都明明互你看见吼，你都无相信吼，你嘛看袂见，所以装睡的人叫不醒，啊，不愿承认的人嘛看不见。巴蒂麦伊加这个基督来消毒，开启了美丽一个新的一个世界。新的世界啦，开的时阵，人的人生走道得到一个真大的一个改变。而且我一直咧强调讲，伊无名，伊叫巴蒂麦啊。因为若照伫原文咧写，是讲这个基麦巴蒂麦迄个巴，其实就是讲囝的一个意思啦，所以直接伊讲是基麦的囝巴蒂麦。然后再继续来看，这个圣经在到第十章四十八节，这个一个真趣味的一件代志，佫发生啦。讲吼，侪侪人伫遐咧责备伊讲吼，点点莫出声啦。当这个巴蒂麦伫遐咧嚎叫，咧话讲，台面咧给耶稣咧可怜我，你救我的时阵，咱个想看卖。如果今仔日有真侪人伫咧内面咧做礼拜，啊，外面哦有人经过，伫遐咧看，才唔忙讲吼，是不是会当我来邀请我做伙吼，来享受甲恁做伙来做礼拜？另外说，你也是开大门来欢迎伊，啊是伫遐咧话讲，点点甲卖出声，我咧做礼拜哦，你唔好叫只。你要选择倒一项？奇怪的是，阿因学生竟然是选择迄款哦。慢，你卖出声。哦，当时啊，因正惊吓，惊咧讲吼，伊伫遐大声喊的时阵，来耽误因继续行往耶路撒冷这条路。对耶利哥到耶路撒冷城，无甲偌远个啦，无甲偌远啊，都要到啊。所以呢，直接要邀请啊，咱另外一只，即咱来看《彼马可福音书》第十章内面有记一个故事吼，真趣味。即个真趣味故事伫第十章第三十五节，讲吼耶稣基督啊，有两个学生，西比太的囝，一个叫做雅各，一个叫约翰，两个人吼，就甲老师的手安尼牵咧，牵去边仔讲话。老师啊，借一步，咱来讲话吼，啊，甲伊讲啥？咱都要到耶路撒冷城啊！你去了的时阵，是不是吼？阮两个兄弟啊，一个坐倒边，啊，一个坐正边。啊，这个坐倒边同坐正边，它是什么意思？如果咱来用现代一个事故来甲看的时阵吼，啊，这个坐倒边甲坐正边，现在我唔知讲这礼拜现正已经会换拜清德吼，所以这相片是完全的啦吼。啊，坐正边同坐倒边意思，啊，无安尼。一个吼，我做行政院长，啊，一个做立法院长，还好无？哇，当然真好啊！啊，总是耶稣基督对伊的一个反应是啥？讲吼，若要做大人吼，啊，你也会共死脚啦。所以咱想看卖，常常伫咱的人生中间有真侪安尼真，无法度有较远的一个眼光，去予利益甲咱蒙蔽的时阵，啊，所以就会来做错代志，伊也阻挡。真侪人要就近耶稣基督的时阵，常常卖出声，吼，紧互阮到耶路撒冷城。我要完成阮的一个吼，阮的大愿，吼，这较要紧。啊，总是十章四十九节，看见着耶稣基督，伊也吓着，叫伊过来，来，叫伊过来，叫伊过来，意思当然是咧甲咱讲，讲吼，无任何一只羊仔囝是去吼这个牧者来甲弃杀，每一个。拢是真牧者所安尼啊，惜命命甲保护的。啊，直接咱看见着这个蒙恩，伊随时伫遐做一动作，伊将这个外衫吼，啊，着偏来边啊，歪边啊。咱甲想看卖，犹太人因穿衫的方式，若较好些的吼，较有诶是一件内衫一件外衫，啊，若较无诶吼，应该是干一件衫尔。啊，我毋知讲这个蒙恩，伊到底是一件衫，是两件衫？如果伊若是干那一件衫，迄、那个将迄个衫脱掉是表示啥？伊是赤身裸体的。总是圣经是无安尼记载，但是咱通想象。但是会当表明一件代志啥？是咧讲伊将伊上安全、可以有安全感的物件，伊该放下，因为伊知影讲迄个安全的所在伫遐。
上安全感的就是耶稣基督。那安尼个，我阁邀请啊，咱两兄弟，咱继续过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内面，马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对照。这个故事是咧讲吼，啊，耶稣基督咧对这个学生咧讲，伊这第十章十五节，伊就甲讲讲吼，我实在甲恁讲，既然承接上帝国，无亲像囡仔的，我断袂当进去。是安怎要亲像囡仔？这是我的阿姐吼，甲我表姐细汉的时阵的相片吼。啊，囡仔细汉的时阵吼，伊的安全感是啥物所在？伊的安全感敢毋是伫伊的老爸、伊的老母？会记得我啊，打即个新学期毕业的时阵，伫台中大专学生中心咧服侍。即摆来暗时啊，要团结的时阵吼，囡仔看到爸爸要出门吼，就开始就哭啊，啊就开始扭条条，哦，扭条条。爸爸，你要去哪里？哦，啊，即摆人大汉就无同款啦。人问讲吼，你要去哪里？哦，拢不爱跟你讲啊啦吼。啊，细汉时阵是跟你扭条条，爸爸你袂使出门。所以想看卖，讲无亲像迄个囡仔，袂当进到上帝国。你的安全是啥物所在？你的安全感，咱重新来思考。所以看讲伫马可福音书第十章，伊的另外一个故事，甲这个对照是讲，有一个啥物款的人，有一个吼。哦，好嘢！啊，佮做官，啊啦，可能佮生做一领导，啊，这种人生的成功组呢，啊，不过当耶稣基督讲话，来来来，对我将你的吼，咱互送向人的时阵，啊，伊就啊只好无依无依的就来离开啊，因为遐拢是伊一个互伊安全感的一个所在，伊无法度来爆杀。咱继续转来看，伊个一个圣经章，伊甲咱讲，从巴底麦做这个动作，吼，耶稣基督对伊讲。讲你的神救了你啊！你的神，神是迄款还袂看见，亲像某人还袂看见，伊才相信。这表示是款的一个信，这就是信仰上原本的一个所在。这个信仰，互咱看见就讲啊，某人伊来得到一个改变。啊，咱知伫二十世纪上出名的一个多重障碍者吼，海伦凯勒啊，这个海伦凯勒伊受教育时，就伫美国波士顿有一间伯金斯学校底下咧受教育。啊！伊受教育时阵，伊后来有讲一个真出名一个名言，一个名言，伊咧讲，讲吼信心就是命运的主宰。咱个想看嘛，对一个盲人，一个无度看见人，伊来当来讲出去一句话，讲信心就是命运的一个主宰。就亲像今仔日咱所看这段圣经同款，就是对着这款信仰来反省着耶稣基督咧对咱讲，讲因为你的信要救了你。现在兄弟姊妹，今仔日嘛同款。常常咱有看见着侪侪恶人等个代志，总是咱袂记讲，迄个无看见的，真做是咱上大的帮衬。你的神要救了你，啊！这个道士伫迄个波心斯学校吼，啊，伊伫遐帮衬真侪帮人当做运动，所以你看伊有一条丝啊，啊，丝啊有一个迄个滑轮吼，当叮当。啊，这个帮人虽然因目睭无看见，啊，总是因手吼划这个滑轮啊，叮当了，啊，足。真正来吼，啊，走标啊，走真紧，走真强吼，拢袂讲会受到什么款的一个伤害。咱看到这个圣经章，上尾是写，写讲这个盲人的一个乞丐，伊来面对耶稣基督，伊的人生有一个改变，用心来看见这个新的一个世界。嘛是感谢主，咱来讲伫黑暗中有拯救，主嘛曾经真侪受圣神感动的人，亲像这个巴克的牧师。啊！伊伫1885年开始来创办即个台湾教会公会，吼，伊个时阵叫做台湾福祥教会会。啊，因为即个台湾福祥教会会来帮助咱侪侪兄弟姊妹，咱的信仰增贵，开始会当家己来读圣经，会当着了解着圣经顶面的一个道理。啊，用即款白话的一个方式，啊，敢毋是原来是帮助咱对黑暗中来看见着光明，啊，咱得真侪道理，吼。啊，所以伫遮要向大家做一个报告。台湾教会公布发行132年久，伊对内有教育、信仰、反省、沟通、经验分享的功能。咱透过文字，咱嘛会当有一个新的眼光、新的时代，咱会享受着上主创造的公义甲真实。啊，伫遮我来讲一个个人一个小小一个见证真实的代志。差不多两个月前，我对这个赖群组，咱知咱即款出侪拢有用手机啊。这个LINE群组里面吼，更不是干那一个群组吼，足侪群组，啊，他们咧讲一个消息，讲什么消息呢？是讲吼，
台北马街病院指出，台北马街医院吼，台北马街病院指出，讲吼某一位资深的医师表示，是资深医师表示哦，讲吼即马袂使食沙司面。如果你若食沙司面吼，你即吼胃的壁会黏即个海藻虫，对你的性命造成真大一个危险。啊，这消息讲，那主持人食沙司面食到遮大汉，啊，这消息到底是真个还假？但即马咱的生活中，逐天拢受到这真侪无同款的消息，伫遐咧报上的时候咧做判断，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我看这消息了时阵，还看到心情无平安。我若甲阮发一个消息，发到台北马街病院吼，董事长刘碧如医师啦吼，虽然伊是咧看减肥啦吼，啊，总是是董事长是代表嘛吼。刘医师啊，我甲你请教一下，第一。台北马街病院敢有发这个消息？第二，台北马街病院敢有这位资深的医师？第三，我再来甲你请教，那照医学的一个栽培常识，敢有遐讲真正食沙司面哦，食生鱼片，食了有啥物海藻虫黏咧咱的胃壁，造成咱的一个啊性命一个危险？哦，过了无外久，马街病院转伫伊一个官方的一个网站内底做一个广告，讲吼。本病院无传这个消息，本病院嘛无这位资深的医师。第三部分有关讲食生鱼片的，安那安那啦，这吼也无医学会当证实。你阿姐，现代人，咱头拄咧读上第十条诫，咱拢犯一条诫，倒一条拢咧做假见证，伊还不断的用手在遐捏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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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真侪人一个困扰，安尼做假见证。啊，总是伫遮，我要甲大家做一个啊保证，做一个表示。台湾教育广播社，我咱咧真认真咧报道着上上吼，来烦恼讲是毋是报道唔对，是毋是报道造成真侪人的一个困扰？你啊真理真小心，咧用心咧计较这代志的时阵，总是真唔忙，讲咱会当对这报纸继续支持，啊，互我会当继续有即款的一个心情来发布，更加正确。更加帮助咱的一个信用的一个消息。所以啊，咱嘛要过来看一个宣教书吼。啊，这位宣教书叫做甘伟林甘牧师吼。啊，伫中部地区吼，咱知有真侪人拢知哦，甘牧师来创办真侪啊，即个教会。甘伟林牧师，伊是全台湾第一个开始做蒙人教育即个牧师。啊，啥来做这蒙人教育呢？因为到各所在吼去传扬福音的时阵。啊，有一遍伊到即个北河养精教会迄个所在吼，做一个姓温的兄弟来问道理啦。啊，即姓温的兄弟吼，伊就目睭无看见，哎，来开问讲，哎，啊，你个目睭奈啊，视力也无看见吼。啊，伊讲吼，啊，我来知啊，我咧目睭呾向过去个啦，我来遐尼啊残忍。当时啊吼，咱若如果咱看吼真侪即个婚姻的关系，也是家己的关系吼。拢会写着讲，伫迄个时阵有五指哥一阵飞刀，啊，这阵飞刀专门咧做啥物代志呢？专门吼，即汉文化一个英文讲吼，你若倒伊无好吼，啊，就倒伊无倒伊，所以专门咧甲飞目睭啦。讲吼，亲像伊安尼差不多不止一两百个啦。哇，感觉林牧师听安尼，心啊真酸真艰苦，所以伊就来想讲要安怎，或者蒙一个当伫黑暗中来看伊着光明。啊，所以来做一个点子吼，用点子一个方式，用方式。啊，这嘛是一个宣教书，伊安怎帮助遐只弱势，帮助遮啊支持人，伊家己黑暗中经济啊，透过着无同款的一方式来见着光明。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台湾教会广播社啊，嘛是继续咧扮演着讲要安怎来吼，每一个兄弟姊妹做伙咱来领受，咱当一个新的一个世界。啊！伫国宝社咧所咧做，拢要安怎为文化来改变，即个用文字改变文化，啊，来提升咱的文学，来发展真侪文化创意的遮个产业，帮助真侪人伫伊的人生道路来拄着耶稣基督在咱个团队，用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信仰的方式，咱来接近主。而且我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吼，啊，伫国宝社目前上要紧的一项代志，就是伫咱个。是咧做改革，啊，已经到尾声吼，啊，即个所以伫报纸吼，即摆台南教育广播社台南门市变作是打卡新景点，吼，
侪人拢去遐做打卡，啊，因为阮伫门口做这真大本的一个册吼，啊，这真大本的册是讲，这册就是一个溃烂，咱若看册，会当亲像牛排同款吼，将真侪代志拢来一路倒，有真大一个溃烂，因为呢，目前根据的统计，每一个台湾人平均一年才看3.4本册吼，啊，我顶再个统计，无遐侪。每一个台湾人拢干呐看一本册，一本册叫做兵册，就是做连书。啊，煞接伫这个另外一边吼，啊，原来台电伊啊揢一个变电箱吼，啊真歹，啊，阮专干做一个图来包起来。实这是啥物图呢？伊咱知讲台湾第一台印刷机吼，伊对1880年坐船啊来到台，到过当年来到台南的时阵吼，伊迄个时阵毋是几台呢？哦，所以讲，咱讲这是台湾第一台印刷机，这台中的进口零件，台湾组合起来。所以呢，台箱11箱，啊，我准从从迄个原来11箱迄款形态吼，甲这个变电箱甲包起来吼，啊，包水水，用这吼，当对人做一个历史的一个介绍。啊，所以咱来行到这个一楼吼，啊，阮底下开始做一个小型一个博物馆。啊！伊也嘛当帮咱啊，用这个台湾电台印刷机的这个黑板去做印刷体验，啊，真欢迎咱以后到会吼，啊，咱人来野外礼拜，啊嘛来遐看看吼，啊，了解咱一寡历史、宣教的历史。啊，今年国际策展这是台北吼，啊，台北这平时记者去遐巡巡看，即摆咧策展哪来哪歹看，结果才会看到一个报，就是台湾第一台印刷机的一个黑板吼。啊，看真侪人伫遐排队，所以这个明星专做一条新闻吼，用要4分钟，就是咧甲介绍。啊，即款是咧介绍，帮咱遐阿未是的兄弟姊妹伊说，哦，当时啊，台湾第一台印刷机是印台语的咧，是印白话字的，哇、哦，啊，这是咧印教会内面的代志。哇、哦，感谢主，咱用即款方式，咱当传扬福音。哦，所以即摆即台第一台印刷机，阮会做这个普及版吼，啊，真欢迎大家当来体会使用吼。啊，这是另外一边啊。我从过去一寡拍字机的吼，无论是中文拍字、英文拍字，啊，拢家练习起来。啊，煞接着是伫二楼的所在吼，有做真侪文化创意一个商品。啊，我搁有亲子共读书吼，帮咱这时大人当带囡仔来看册。然后来电脑配起来铁牛啊吼，啊，这铁牛啊是讲讲吼。即虾米是公平贸易的一个概念，啊，虾米是讲咱咧帮衬即农业诶直接的一个产销吼，啊，伊也嘛是只世界底啊吼，足大地真长，啊，即是阮人每一个人拢会当好好啊坐伫迄个所在啊来享受吼读册一个环境，啊，即是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吼，啊，伊也嘛当来啉咖啡啦，啊，伫二楼另外一边吼。我家解决吼，那亲像这个坐飞机的这头等舱感觉咯。我是捌坐过飞机的头等舱咯，啊，总是我坐伫遐时阵感觉吼，真正那坐伫飞机的头等舱，啊，坐伫遐吼，风雨会当伫遐真认真安尼看册。啊，这解决的时阵吼，我一个同工就做讲讲，小弟嘛，啊，咱解决安尼吼，即马煞足侪人都来开门了后，就开始坐伫伊的所在，一直遐看册、看册、看册。啊，看到咱关门，一本册拢无买吼，啊，就转去啊，啊，安尼刚好。我讲吼，你也想看卖，如果一个人，若愿意开一天的时间，安静坐伫迄个所在，一直看册看册，然后看下来，啊，伊的心情快活，伊的人生得到改变。啊，你感觉这吼、较重要，是咱买一本册最较重要。哇，听了真欢喜哦，对，吼，安尼就是吼。咱咧安尼是要帮助人会当来接近主，哦，亲近主，亲近这个册本。啊，我用即款的一个心情，啊，总是伫遮，这已经拢到位吼，就一个月开始要来做一个啊，点赞一个试营养试验温，啊，真欢迎咱兄弟姊妹来到广播室，咱做伙来享受即款的一个吼，读册环境的即款的一个快乐。啊，总之嘛，需要真大一个经费。而且我要代表台湾教育工作社来感谢咱英国教育，咱去对阮的一个好的一个款待，每一年来补阮的不足，补阮的欠缺，啊，阮伫这个虽然咱咧真歹过中间吼，又还感受迄款一个温暖，这下我代表工作社来向大家说一声，啊，
伫即个咱祈祷了时阵，我告诉你，也五分钟时间，请咱利用五分钟时间，咱更加来了解目前教会广播社所咧啊必要去一些水的事工。搁一边，我们感谢大家嘛，愿主继续祝福带领咱一广教会，成就今日平台，伫即个社区啊是更是也来应用着最最大的资源。做献上我的感谢，你予阮伫心灵上无搁再是无负责，你予阮看见，离开阮的新的世界，我要来迎接着生命的换新变化。做感谢你，当侪侪人无抓住你是要紧的时阵，你予阮知影。我的心，这才是我上大的保证。我的心，要让我得到永远活的快乐。如果求你继续，我常常在我的心中充满着条条。我相信我的心，确实是真，是善，是水，是无通比拼的。我们接受你，献上我的感谢。也恳求你继续，我们在永恒教会做做的事工，来保守着永恒教会兄弟姊妹身心灵拢得到保守，因为灵魂坚硬。也恳求你带领着台湾教会广播社所做的事工，成就众人的帮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除了这以外，教会广播社嘛不断吼啊求新求变，咱除了有出一个新刊讲读经手册以外，咱嘛有发行少年新刊讲的读经手册，而咱相信讲透过个读经，甚至是读经的运动，拢有当帮助咱的生命是不断伫遐咧换新啊。所以这个新刊讲读经手册，每一季拢发行五万份。所以我嘛配合即个新东方读经手册，伫2017年开始咧发行一个叫做《充满我》，充满我。即个充满我是真，毋盲讲，当你读经的时阵，啊，你的手嘛当叮当，你会当将即个圣经内面的话吼，我呾家己抄写落。所以我发行即个《充满我》。啊，煞只咱嘛看见着，里头教会广播社内面一个刊物，就是《亲子报》。这个亲子报是真希望讲，这个爸爸妈妈吼，你都会当带着囡仔做伙来看报纸，啊，有一个亲子共读，啊，再增加就讲彼此之间的一个对话。我想一个信仰的文字的天性是爱不断来创新，不断来改变。
不断来进步。咱一定爱伫这网络，咱来用这电子化一个概念。所谓 TCNN 台湾 Church News Network， 任何的这個电子的一个三 C 的方式，拢会当伫顶面来看见到台湾教会公布内底所咧，阮咧描写这新闻。环境对人带来真大一个改变。如果咱在讲咱的环境良好的时阵，人的心情会做真大一个改变。所以台湾教会广播社，阮对这个台湾人是开始来做改变，就是五万公这款的环境是咧提升咱一个读册空气。这个改动是五万公会当做四文运动，所谓四文运动就是第一，咱咧做一个文字的一个中心，咱来真五万公，这是一个改变台湾人文化一个所在。这个理由呢，这款的一个设计，啊，我真希望讲每一个人行入来人，伊会当直接来享受到对这个册本内底就是感动。啊，煞只希望讲透过伫遮，当有真侪文化创意的遮产品来帮助人，伊的生活中，哦，生活甲信用、信用、生活拢完全做一个结合。目前咱啊嘛，将这个地下室是予阮工礼拜以外，这个地下室伊原会当扮演一个展览场的一个角色。阮常常会当举办侪侪这个新册的发表会，啊嘛会当利用迄个真好一个空间，大家做伙啊，读者、参作者拢做伙伫个所在交流甲互动。啊，目前介绍到即阵已经是将近需要800万的一个经费。台湾教会广播社虽然是年年难过，年年过，伫经济上一定有真大的负担，总是阮依然坚持要将最侪文字刊物免费提供予所有想要进来做的乡亲。非常感谢主的带领，感谢咱兄弟对阮的支持、关心、教会。请恁继续甲阮，为着上帝国的起造，同心来努力。